天或昨天来这里啊报告意见啊，我发现一点，就是说我们这班的啊人员呢，叫讲师呢，好像都没有人在打瞌睡哈，哎，不错了哈，因为啊或许有经验呢、啊，在社团那边讲课的时候啊，还是在以前在善化那边讲课的时候，你知道吗？哎，总是有一个人会一直打瞌睡。哎，而且是他书本拿着，他就一直睡到书本烫点，然后他起锅了，然后捡起来又继续睡，哎，真的很厉害。后来发现说，哎，我们这一班好像都没有人丢下书本的哈，还不错啊。啊，我们来看他这个主题啊，就是低摇，他低摇跟那个泰国低摇是一样的，叫做拔毛膏、拔毛乳啊，洗胃、增肌、分。他为什么低摇？他会说增肌。哎，你看看哦，那动下去，对着是不是天天无妄？代表说你的心要达到这个无妄观、无妄念、无妄想、无妄思，这样才可以达到极，不然是没办法的。啊，为什么呢？因为呢，他说我们要保好身体，自在居里啊。所以就好像说，这一爻本来是第二爻跟第五爻相应嘛，可是第一爻呢，它带有二三爻要提升的志向，就是说好，哎。以道路来讲，第五爻代表什么？成圣成贤回去了，所以他的志向已经把它定下来了。然后自己要走的时候，还牵引了第二爻、第三爻，真是不错嘛！所以才会真己。真己就是你要守正才有己哦，你没有守正的话就不己的。如果你今天是带领这两个人小人呢，去怎样？可能去捣乱的，可能是要把第四爻剥掉、第五爻剥掉、第六爻剥掉，那时候大不行了。所以《易经》的一个哲理就是在怎样，在这样子哈。他说拔毛骨呢，就是牵引的仪式，它带动了第二爻、第三爻要到另外的一个世界去了所以他真正要定下一个非常远大的大目标，当然这是一个好现象哈。他说太北的太卦就是拔毛骨真己，真己就是出真好。他这里是要守正才好我们看那个卦辞就是要这样看，所以阳气主上升的，主外花的脾的一个什么脾卦是为真己所以气它是主下降的，所以主什么缓内缓，所以呢主脾之乱世，君子应该守正无气，一方面呢保全君子的德性，也避免了乱世的一个什么灾难。所以他说初六爻柔顺的带头他带了六二六三爻也会跟着怎么样顺而不乱动，牵引真固所长也，这个才可以达到一个吉，不然的话反之则凶也啊。所以就好像说在伦理有句话，真子告知我们的事不可以不弘毅啊，任重而道远，人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时后矣，不亦远乎啊！所以他跟我们讲说，我的课是一个什么修道士还是一个随士，还是什么一个什么很有修养的什么士他说这修道士呢，一定要有怎样不可不弘毅哦，因为呢，我们要有怎样广集的胸襟，要有远大的目标，要有什么刚强的什么毅力。这样子呢，来好好的怎么样？行化天下他说，我们要把真正的任重道远这种东西呢，就是把我们的中国大人扛起来，叫我们给他们师资助我们，吩咐我们要做什么？不要怎么样？打太极拳呢？为什么？把这个推过去那边，把这个推过那边，推到最后你就不用做了。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就怎么样？很可惜，为什么把功德送给别人呢？这个不太慈悲了吧所以前辈者也都是上面，如果吩咐我们一些众生大任的话，好好的扛下来，为什么？因为这最后的成就就是你个人你扛一件，然后呢就怎样成长一分扛得越多成长得越大，当然也是要适可而止所以就好像球，你看篮球、啤酒，什么球都好，你把它越打的话，它跳的就越高；如果不打的话，它怎样？没有力气，所以就不跳了。所以给自己适当的压力，是最好成长的空间。所以任重而道远。
义啊。所以呢，你看他说要把自己的把这个责任砍出来，然后呢，把这种什么不以己见什么牺牲奉献的，哎，把这个人道的推广出来，这个就是把它当做自己的一个责任，我们应该做的、应该为的、应该要来效法的啊、哦、啊！所以他这个责任有多重？不亦重乎啊！就是说要把它真正行化到天下之后，一直走到最后有期，所以死而后已，不亦也乎啊！啊、哦！所以我们修道真的呢，没有退休的，也没有啊、哦、毕业的，也没有退伍的。就是一定要慢慢一步一小步，一直走到哎人终点啊，啊，达到怎么样啊？啊，那个更观后终，这样子您的人生才是真正的彩色的人生啊！好、啊，所以呢，以前就是有一个啊八十几岁的老人，所以有人就问他说：“哎，怎么样，先生啊？那你今年贵庚啊？”他说：“我四岁而已啊。”哎，啊，大家都笑到了。哎，为什么你只有四岁而已呢？他说：“从他开始入道修道以来，才找到人生的目标。他才觉得说，在八十几岁，在八十几年来的一个生活都是虚空的。然后只有这四年当中，他才找到他的一个目标啊、哦。所以，一贯道总会办这一次的随师研讨啊，有一个非常有一个教授级的，哎，他也自己讲到了。”他说：“我要找到那种什么非常非常诚恳的，哎，非常实在的，非常可以立天下的，我找到了。我在我们一贯道中呢，就找到了。哦，他讲到这里，大家给他鼓掌啊！真的，一个教授级的，真的可以来配合我们道中的推动啊！啊，真的如虎添翼啊，太好了啊！所以你看看，人活的就要活得有价值。”啊、哦，所以我们人呢，不在于什么长度，而是在深度。所以你看，典韦他所活到32岁，人家怎样称他为武圣啊？所以叫做长寿啊，活得有价值，活得有意义，活得非常的灿烂。啊、哦，孔子呢，你看他虽然长度很长，活到820岁，可是为什么人家叫他什么妖寿？因为可能没有做了一些利益众生的事情。啊，所以虽然活着那么久，可是呢，却没办法像32岁的一个什么深度这么好啊。好，他说呢，古圣人，这是西大师尊老大人告诉我们的。他说，古圣人跟我们讲说，人生有三不朽，就是立功、立言、立德。所以我们人生在世就是要这样子。所以随机圣人，哎，毛毛子与其位，带动了23爻，把小人化作君子。功德无量啊！啊，所以他说这是最好立功、立言、立德最好的时候。所以这个三者中啊，立功要看什么功名机会，不是天天有的，不是每次都有的啊。立言的话，要有适当的环境，然后才可以让你自己来做发挥啊。所以你看，贵单位如果没有请祸水来这里表演的话，祸水要立言，你没办法呢。哎，可能。啊，怎么样？他的一个范围就是有限的，所以要有适当的环境，然后来造就这个人啊。然后唯有立德是没有什么毫无缺陷的，哎，更无大小之分的，而且怎么样，技能可治啊。所以立德是最方便的，哎，所以多行功，多表业，不分国籍，不分地区，不分人种，不分所有的一切，你通通可以来怎么样立德。不然你看，如果我们到印度的话，哎，印度也不会讲，没办法立言的啦，哎，因为怎样也不通啊，啊，所以唯有这样子才可以立德，啊，所以啊，他说人生三不朽，然后来做立德、立言、立功啊，所以他说人的可贵在哪里？不在于能否做大事或做大功，而在于有德或无德。他就举例了。像尧帝跟舜帝啊，唯有德的帝王了，哎，可是呢，孔子没有什么尧舜之位，且怎样为圣人，哎，所以你看，不一定要当皇帝才可以当圣，成就圣人啊。孔子就没有当皇帝啊，可是他也成就圣人的啊。就好像我们今天不一定要当给皇帝才可以成就啊，是不是？我们当人才还是可以成就啊，反而呢，位阶更高的，抉择错误的话。哎，可
一天呢、啊、也做不一定的、啊，所以呢要啊怎样？哎，我们要有这种观念啊。啊，所以我们哎，所其乐而行，我们是给人是就把我们的胃做好，我们是人宰就把我们的胃守好，我们是盘主哎，领正还是主宰，各所其位，这样就 OK 的啊。啊，所以他说哎，孔子没有当皇帝也是成就圣人呐、啊。所以他说，包括说国以时起有下位，没有孔子的一个立言，可是他们为什么还可以怎样成就圣人？他们就守其位而行啊！哦，所以他真正的哎，求仁以德仁，国以时起，孔子这样赞叹他的哦。他说你看看，哎，不一定要当皇帝，也不一定要立什么像孔子这样子来立言，哎，只要我们真正的心守其正。而不阿的话，每个人都可来成就啊、哦。他说尧舜为帝王，哎，可是呢，桀王跟纣王也是帝王啊。可是虽然都是帝王，可是做出来的行为不一样，哎，有的是什么千啊万古流芳，有的是什么啊臭名万世啊，哎，所以他说难得都是一样的，可是前面是千古这样被人来赞扬。哎，后面的人却被人呢来怎么样臭骂他？所以，可是人生的意义不在于帝王，而在于达到圣人的境界；也不在于这怎么样政治地位，而在于道德的地位。所以最重要，我们今天修办道，就是要培养自己德性，把我们的道德观念把它列在第一位，这样就 OK 啊、哦。他说：“前者为人生之末，或者呢为人生之本。”所以我们要找到我们的根本，根本就是效法圣贤。所以人类以圣人的成就为最高，所以我们应该学习圣人。哎，为什么？学什么就像什么嘛。今天我们学贤人，就是成就贤人嘛；学圣人，就是怎样达到圣人的一个什么境界嘛。所以学习圣人，一定可以来成就圣人。所以一定要相当相当的一个什么信心的把握，这样子呢，终究。成功就是你一个人的了啊！所以第一爻，哎，它是主见的，还不能动。为什么？第一爻它就没有位，就没有地啊，所以又是阴积阳位，怎么样啊？不中就不正，哎，啊，所以还没有达到一个什么该动的时候，只是它要守着。所以要做什么？活到位上，先积善业，做这件事情就 OK 了啊！好。那、啊、再来，我们再来看第二爻啊，包成小人己，大人脾亨，象曰大人脾亨，不断取也。所以记得二三爻都非常不好啊，所以这个两爻都是一种呢小人小人的一个什么显现。第二爻什么为什么不好呢？包成就是儿女啊，后成的意思啊，啊，所以就好像说他处在这个里面，他表现出来的。都是阿谀奉承攀小利，哇、哦，啊，都是搞这个小人的一个手段，哎，啊，然后呢，怎样想尽办法要来占用上他的一个手腕，然后占用他的一个位阶，啊、哦，所以呢，以这个比过的世界来讲，小人是好的，君子就不好了，所以是小人的天下，哎，所以小人当然是急的，大人比，哎，就是说正人君子的话，大人急。忠正为德，他绝对不会妄道于世君。君子呢，哭穷的时候要守纪，记得这一句话，叫做“以退为进，淡食而动”，好好修养自己的德性。这个就是处脾卦给我们最好的怎么样指引啊？不然的话，这个君子处在脾卦，那怎么办？那同流合污吗？不行啊！以退为进啊，才是真正的最好的方法啊！然后不乱其也啊，他说不杂乱在小人的什么哎取悦当中啊、哦，所以呢啊不要真正的跟这些小人啊混得在一起啊啊、哦，不然的话哎啊久而久之呢就会被感染的啊。整句话的一个含义是这样子的，他说比卦六二爻，阴居阴位，小人得势之象也。小人呢在比卦的时候用满脸的阿谀。奉承之圣来求解脱他的脾，所以小人用包成而得吉。而一个正人君子呢，以忠正为德，他绝不会妄道于世君啊。所以君子顾穷的时候，不取身，越
也就是说你处在贫困越困难的时候，越困穷的时候，道就越要发展出来。就好像当时孔老夫子在春秋时代，在那个什么乱世时代的时候，你看世界那么多，那么杂乱，小人当家的时候，他就是真正有那种使命跟那个义务，要把道呢把它发扬光大。虽然不得时宜，可是他的这种信心、这种毅力更坚强。所以是不是提升越比啊，提高越恨，就是这样。所以啊，一提都是两面的。所以我问断的时候，才有这样大道无形也的一个什么法门啊。所以呢，以我们道宗来讲，这一爻在告诫我们什么？现在是什么盗贼并驾的时候，善恶混班呢？所以你看看，为什么有劫数要下来？不是上天不慈悲啊，要降下大劫难来收他这些恶子，不是啊？因为这一些劫数呢，这些灾难呢，三灾八难，都是我们人去招惹来的，去做了一些恶业恶果，然后呢，招惹很多的天灾地变而来。我们不要说因果了，你看看我们现在的废弃物排泄物还有汽车的各方面，还有冷气的怎么样？导致整个地球村都怎样温室化了，然后后氧层后期整个破掉了，是不是我们自己造怎么样毁伤整个地球村的一个美感？所以不久的将来，你看看要不要混沌啊？就是要这样混沌。所以结束是谁怎么来的？我们人类自己把它招揽来的。所以现在至尊老大人就是说，我们现在处在什么一个状况，就好像怎么样，落窝里的蚂蚁，见一个就救一个，见两个就赶快救，不用太讲出太多的道理了，救人家不要紧。为什么？热锅的蚂蚁可能马上就死掉了，所以你看他已经讲得很紧急了呢，可是我们还是悠哉呀，所以先我看到未来，所以他害怕我们受灾受害，所以叫我们跟真正的赶快度化众生啊，所以你看，也就是结束要降下来，诸佛菩萨参考之后了，恭请我们南无量呢，大威慈悲啊，是不是可否把我们怎么样，先跟大道降下来？所以呢，你看南无慈悲财宝。千古难怎样难逢的什么先天大道，在这一次白羊体爬升下来的，所以我们才有道可以得，道可以修。不然你看我们以前要修道没办法，要求道更没办法。不要说行道了道成道了，没有讲了。所以你看，我们真的懂得越多的人，感恩的心就越深，真的是这样。所以你看心魔哈，不能啊，玉石俱焚啊。特别降下圣天大道来度化我们善男信女，降下的结束呢，要收杀恶子，就是这个原因而来的哈。所以呢，我们活佛师尊跟我告诫的这一句话，他说十语之中呢，未必称起呢，讲的十句话，被你说中了。他说这个没什么好稀奇的，本来就是要讲中嘛，对不对？可是意不中的话，那就有事情了。这是什么牵牛引驹啊，所以意思就是说，你讲的一不对的话，不中的话，就是过失并列了，过失就一直很多很多了，就是一起会出来了好像你策划什么事情十谋九成啊，未必会功呢。前辈子说这个前提策划，你策划的非常妥当非常好，顶多战场没几句嘛，没有什么功德。可是如果有一件不成的话，做不好的话，有错失的话，要怎样质疑重新啊，意思也就是说受到了很多的什么诽谤的语言的，指责的语言的所以呢，你看看我们做事情怎么可以不谨慎呢，就是要这样子来呀，所以做对了是应该的，做不对要自我的反省，自我的忏悔呀，所以我们顺其自然的每一件事情呢，好来怎么样把它完成，这样是 OK 的。所以他说，身为一个君子，所以怎么样，以莫不躁，莫就是怎么样，守古礼呢，所以呢，
呢，身为君子处太卦呢，是匹卦当中，就是要守贞八德，是勿临勿躁啊，勿莫啊，临莫勿躁啊，哎，临左勿小啊，啊，所以他说一言不正，何起万人之机啊？一行不正，何以万人之者啊？一生不正，何惹来万人之业啊？啊，所以你看看，我们一个话讲不好的话，可能都会受到万人的什么讥讽、讥笑嘞。哎，一个行为不正的话，可能引来万人的一个指责嘞。哎，所以你看，我们现在社会当中看到很多人都是这样，本来他的名气很好，哎，本来他的各方面都很优秀，而且出版书本呢，又写书本，然后他的一个什么书本都很畅销。给像以前著作的什么录音带，哎，他也什么畅销的非常好，可是有一件事情做错了，这件事情曝光之后啊，哎，所有的书本啊，所有的什么录音带，通通弃了给他，不听你这一套了，因为你写的跟你做的是两码事，所以会引人之责哦，啊，所以我们要非常小心啊，一生不正的话，可以惹来什么万人之讨厌。啊，所以真的，先我跟我们讲的，我们不要用第二爻这种怎么样高层的来应试，一定要用正派的，用我们诚心来感动上天，感动彼此啊。所以这样，它也是指定的。所以你看，用高层的一定会变成天水冲，冲就是互相的一个尊重嘛，哎，啊，所以呢，到最后的一个恶果就变成冤冤相报何时了了。所以这样是。静的来闹动的一个机会，所以小人闹党，君主闹枭，已经摸到第二爻了啊！所以呢，哎，危机越来越重重啊。第三爻，他说包修，包拯已经很糟糕了，再来一个包修，不好。所以你看，哎，坏上加坏，哎，啊，所以他说怎样？包修是什么？哎，修筑边壁之设啊！啊，所以他说右三爻呢，包拯怎么样？意涵的一切不可见人的卑鄙的行为啊，啊，所以，哎，刚刚是而已，他现在已经做了什么？哎，卑鄙的行为出来了，啊，所以小人怎么样？包羞，哎，灭尽，不顾一切，坏的呢，他全部包了，说他有多坏就有多坏，为什么？阴积阳晦，腹中不正，哎，他又不除小人之位，所以呢，他是不择手段的。而且是不管三七二十一的，会达到他的目的不可。为何如此呢？因为他是阴气阳位，不得其位，却得其宠啊！哎，又想要得到第五爻的一个宠爱啊！你看看啊，所以呢，他不择手段，就是要达到这样子啊。好，所以呢，啊，像这样子的人呢，一定有恶果。哎，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是时机未到。所以有一首诗，他说：“善事轻松恶事花，看看眼前不如他。有朝一日严霜到，只见轻松不见花。”所以你看善跟恶有什么不一样？善就好像轻松一样啊，这样，哎，像松树一样啊。那恶嘞，就好像开花，开花我很漂亮啊，可是它开得很快，凋谢的是很快啊。所以目前好像哎，怎么样？没有看到松树的一个可爱，看到松树的什么啊？屹立不摇啊！他可是看到目前好像松树啊比不上花那种艳丽啊。可是有朝一日啊，夏风雪来了，冬天到了，整个花都凋谢掉了。所以花都没爆开的时候，只有什么样松树屹立不摇。哎，所以就好像说，行善之人一定有善报的啊。所以积善之家必有余庆。不善之家必有一殃，所以我们今天所走这条正路是绝对是正确的，哎，因为自天佑之，其无不利，上天一定会怎样啊，庇佑我们的。啊，《涅槃经》也跟我们讲说，善恶之报，如影随形啊，所以三世的因果循环不失啊，所以假使千百劫所作业不完，因缘会哎会遇的时候，果怎么样还自受？所以他说善恶之报啊，如影随形哎，哎，全是因缘，我们不知道做了多少的一个什么罪过错的，我们都不知道。
可是来到这个世界上，哎，我们已经有了30年、40年，甚至50年都有啊。澳门哎，怎样？哎，加加减减，整整除除，我们到底上了这做了多少，饿了做了多少？哎，那所以你看，在这当中，如影随形，随时随地都跟随着我们啊。那所以他说，三世因缘习惯了不是标啊。所以你看，今世、前世、前前世，三世的因缘习惯怎样不是呢？好，阿修，你看看，我们前世虽然不知道造了多少罪过错，我们好好来了悟今世今世，好来行功了愿，即使前世欠了多少，好来还人家吧，心甘情愿的，哎，还一者刚刚修，这样子来怎样，跟我们的业力呢来怎样打个交道，哎，请他慢慢的来好，哎，我们呢也积极来做，所以愿力要比业力要来得快。不然业力来找上门的话，可能就来不及了。所以他说，假使千百劫所做的一个业力呢不广的话，哎，所以他说千百劫啊，刚刚讲了三次，现在又是千百劫，一劫到底有多久？哎，这段话是怎样啊？印度语哈、哦、所翻过来的，他们的一劫哈、哦、是怎样？哎，就好像我们说了10800年一样，是那么久的。啊、哦，所以他说因缘会遇的时候呢，果怎么样还是受，所以所造受的恶果，到了什么10800年之后，碰到了因缘会有的时候，同等还要来怎么样，哎，就做自受呢？你善也是一样，他恶也是一样，所以呢，啊，这一座关绝对有一个什么因缘果报循环不失的一个真理在啊。哦啊，博士这里跟我们讲说，天理是一个因果循环的，善恶报应的，就好比啊孟子说的，杀人之父，人亦杀其父；杀人之兄，人亦杀其兄啊，这是一种对待的一个道理啊。啊，就好像我们一千千万跟我们讲的，哦、啊，在讲课就可以上到了。他说，天道归隐而一天，这是一种自然的定律。天理是公平无私的，也是自信良知良能的一个显现的啊。所以他跟我们讲一切的自然法则，哎，三个因缘果报都是真正里面的一个内涵所在。所以他说天理的定理，为人所共有者有五种，这五种是什么？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此五种呢是天下之达道也。故天曰道，地呢曰理，人呢曰性。好、啊，所以我们如何来真正的把这个呢包修的一个小人去除掉，哎，所以呢不要有这个恶念、恶习、恶观、恶语，通通不要啊。所以我们要用我们的良知性良知呢来做事，这样子呢，你看看偏三顿，宗教就是顿偏三顿。把小人顿起来，把小人驱逐掉，哎，所以呢，自然而然我们就可以这片心。不然的话，如果妄动小人来作为啊，我们整个的一个什么走向的话，思想逻辑通通会被小人来牵引住啊。这样呢，啊，我们的命运就大大的怎么样从恶去了。那我们把它降服其心的话，哎，让小人来引顿起来的话。有主人来当家，这样子自然而然就可以反求为吉。好，这一爻非常不好，哎，比一爻跟一爻都不好。为什么？那是包修嘛，哦，所以他说动静真修，因为它是带来的作恶之的，如磨刀一样，日日兼消啊。哎，所以你看看，刀子磨在那个什么磨子上面啊，好像天天磨，你就看到那损失，可是一年两年之后，哎，它怎么凹下去呢？所以很多人说啊，什么人做事情啊，无恶不作啊，可是哦，他好像长得很长命啊，活得很久啊，所以这个都是有因缘果报的，哎，可能他的祖先留下了一些遗德啊，只要他把这些遗德烧光掉之后呢，自然而然可以得到一个什么上天给他一个处罚，一个报应的啊。好，请各位浅浅再来看，哎，第四爻有命。无咎，愁离子，有命无咎，自行也啊。什么叫做有命？就是说第四爻的时候，
它是比卦的世界嘛，比卦本来就是呢不交锋的一个世界的，不好的卦的世界的，所以地之爻它承受第五爻的变运，哎，赶快你来怎样拯救自难啊？啊，所以他说承接了天命的，承受了君命的，要来怎样啊？把比卦啊反过来，丑年是代表一个什么重年，所以他跟地爻一样，哎，就是他要动的时候呢，要来怎样？要来拯救世难的时候，他带领了第五爻跟第六爻一起来啊。子的话就代表什么？未来可得到的一个什么福报，辛苦鸿福。哎，就好像说现在我们国家乱，社会的一个大乱象，我们就好像扮演了第四爻，我们受到老母的一个什么，哎啊，慈悲开怀，命令我们来这里面扮演了一个度众的一个角色，所以呢，来大方之道，所以就好像老母给我们命。啊，所以我们未来的可以达到的什么事实啊？是什么值？我们未来的当然是不求回报，可是事实来讲，我们得到了更多。所以未来的一个得到一个福报，还有你的清福，还有一个修那鸿福呢，比这个还要来得多啊！好，六四爻以刚之而居所谓四刚见而能如之象。因第四爻呢接近了君王的君位了，当然弑君呢难免有什么哎逼迫主人的一个嫌疑。可是第四爻呢，他能以怎样柔来辅导其刚，恢复君命，不敢有所作为呀。所以今天是九五有命的，令其干其死以干以避之啊局势。所以他后面去怎么样正衰啊就避啊正衰起避。所行自然无咎了，所以由于他有正衰起义之功，所以他的同志都来怎样跟他一起来正衰啊啊正济礼义啊，所以因此同志都获得非常好的一个什么福报啊。他说你看看，哎，他第四爻就是这样子受到第五爻的一个指令，然后来怎样救灾救难。所以什么叫做天命？中庸跟我们讲，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家，道也者可虚也可离非道也啊。好，所以你看跟我们讲太清楚了，什么叫天命？就是我们本性。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有天命呢，不是扁团是有天命呢，哎，扁团是受的天命是什么？是导他人受他的一个什么天命啊。啊，所以呢，以老母一个整个大宇宙来讲，我们自信都是一个天命的一个承接者啊。啊，所以呢，我们如果可以承受老母给我们天命，好好的率性而行的话，这个就是大。所以率性而出来的话，哎，很自然的。什么叫率性？肚子饿了就该吃饭嘛，哎，困了就去睡觉，就是很率性的。哎，国堂有班就改嘛，对不对？班到有缘人就动嘛，哦，那有班有成员的时候，你就是讲给别人的听嘛，是不是很率性的，而不了如照做的，这个就是一种道的一个什么，哎啊，道的一个化身的。然后修道是会教，哦，然后我们好好来自我自修的话，哎，可以来教化天下。所以己意利人，我们好好把自己修好，同等的我们呢，也可以来分享给别人。所以他说道也者，道是什么东西？不可虚也呀，不可分秒的离开。哎，你看我们现在所有动作都可以停止啊，包括呼吸，我们可以停个几秒钟，甚至啊，有人闭气更久的可以几分钟。可是我们的道法本性的话，它不可以分秒啊，分秒的跟我们离开呀，因为道离开了，哎，怎么样？归道。哎，我们自信，我跟我们肉体分开的话，那完蛋了，我们肉体都没办法来动了啊、哦！所以呢，这个就是中啊，中庸跟我们讲的什么叫做天命啊？还有一首诗，这首诗是霍水在《竹溪山房》哦，我们前辈子啊送给霍水的啊一段，他说：“天命贵以避蒙沟啊，红顶山朝晚风波啊，藏地的青菜呢微小可。”违背天命是要犯灾祸的啊！所以以这个来讲，就是说天命它这里指的是什么？扁团式的一个天命。所以呢，他说扁团式天命啊，是怎么样？比帝王还要高贵的，还要尊贵的。所以
这边对的啦，顶端是在于恭敬，甚至我们单位哦，哎，都要请示的时候都要跪拜你呢。哎，那我们跪拜你不是跪这个人，是跪他的天命。哎，他说你看，他说这一次三朝古都的时候，孙中老大人呢，就是要统领三朝来怎样拯救整个世界的一个方向。所以有一个人是没办法的，所以呢，他就去白衣化身，化身更多的人来帮忙出道。所以呢，他说上帝所什么，哎，害死的青菜呢，哎，真的非同相合哦。所以每一位顶端的一个死奠定啊，都责任都非常非常重大。像候选的单位，只要受命顶端师的，通通一定要舍身办道，都没有在做自己的事业了，已经没有时间了。而且一个顶端师负责单位又非常的大，像候选顶端师，在台湾的大陆。台北也有，台中也有，高雄也有，台南也有，水甲也有，麻豆也有，台南也有，整个台湾地区的道路是很忙的，而且他又要去澳洲开发，哎，他去年又去越南开发，哎，他然后又到那个什么香港开发，现在又到大陆开发，哎，有点是，你看，哦，物质的成分太大了吧？他说是第二，哎，他说你看，因为这是怎么样，积功薄果啊，树的那一个。因为有一个可贵性啊，所以这是上天怎样啊派遣的一个什么啊使命，所以呢啊责任非常的重大，所以违背天命呢犯了什么灾祸，真的呢，像我们给南师哥或者讲，他说你们不要邀我去逛夜市，不要邀我去看花灯，反正晚的你都不要邀我。他说是为什么？因为他说这样多比例的，他说我、这个谎很灵验的。他说有一次呢，有一个人才邀他去看那个花灯呐、啊，说很漂亮哦，几点钟啊？几十点才有这一次机会啊？然后他就跟他们去逛了，回来的时候怎么身体都不舒服，真的哦，哎，因为就好像冥冥当中，哦，师尊老大说，我说你这个天命是让你护花众生，不是让你去逛花灯的呢。哦，从此之后嘞，人家要说，哎，但是啊，我们去哪里玩啊？哎 ，no， 哎。真的，哎，别灾上也灾了，哦，所以真的违背天命犯灾祸，这是以给人吃的一个天命来讲。可是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天命，刚刚讲了天命智慧性啊，所以意思说你不要违背你的良知良能，你的本性，违背良知良能，也就是什么违背天命的，所以当然了就什么样犯灾祸的，所以这个都是很重要的一块。那第四呀，你看动下就变成什么？哎，封闭关了，所以呢，在那里怎么样？哎，关了、啊，关什么？我如何来拯救这个世难呢？所以第一个就是要关人心，哎，看大家的一个什么人民的一个走向，人民的一个需求，人民他的一个什么声音，这样自然而然你才有办法着手。像我们这一任的一个新总统，他就做到这个。然后他听到人民的声音之后，哎，他就从怎样经济上好好的着手，这样子可能可以挽救世难，而且是这一点嘞，他也是主见的，还是这么动，以观大不如主见的哈、这一点代表什么？有病不敢为，无病也不敢自专，以我们道中来讲就是这样。所以我们今天就是承受着一个什么师尊老大人的天命。然后呢，哎，我们遵从的给南师还有前人辈的一个什么使命啊、所以他们哎，指护我们的一个什么哎使命的话，我们努力就不敢违背了。哎，给南师叫我们做什么事大的话，尽量去做啊。然后如果没有什么使命命令的话哈、我们不敢自专呢，真的呢。像获取的单位，我们今天要筹办什么？哎，小天使班、青少年班，什么班都好，我们一定要往上报。你不能自专的、或者说我想做，我想哎，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在高中就是依你来什么形式，也是很奇怪。只要往上报，给老师点头 ，OK， 哎，有天命讲课就是不一样的，哎，所以你会办得特别的顺啊、所以这个是获取的经验啊，跟大家分享啊。好，对第五爻是最大的，为什么？因为乙官到第一爻到四爻其实都是不好的爻，都是在乙的一个什么乱象当中。
到第五爻修脾了，到这里你就休止了，啊，这就是修脾。所以圣人借着说大人急了，第五爻已经怎么样？哎，小人没有得势了，是君子得势了。所以他说齐王齐王，他势已高上。所以什么叫齐王齐王？这个就是在警惕我们人。哎，你在乱世的时候，哎，你就会太难嘛。哦，他叫我们说，在太卦安逸的时候，你要居安的思维，不然会在一次的齐王齐王，哎，会灭亡哈。所以要像什么上次一样这么一个煎熬。所以下面跟我们讲说，大人之急未正当也。什么叫正当也？阳积阳位得其重症之位，哎，所以这个是太好了哈。所以他说修脾，脾运呢得以休止的，国乱已经怎么样到此为止了，化上的休止符啊，啊，所以我们的恶运也要赶快把它化上休止符，不要让它继续下去。我们易经读不通，也赶快把它化成休止符，要赶快把它弄通啊。所以他说齐王齐王啊，告诫我们修道如须知，成佛并有余，就这一句话也叫我们居安而思危。为什么会有比卦？因为太卦而来的嘛，太之后就是比了嘛，啊，所以他说细胞伤，他说叫我们登身地户之伤，大家要团结一点，哎，一致的，就好像三字一样，一阴不阳。所以我们今天同在一个国土当中，我们要有一个观念叫做生命的共同体，就好像我们这一批人都坐在一艘船上，哎，如果这艘船不合作的话，碰了过了一个大洞的话，那完蛋了，沉下去是整艘船沉下去，灭亡是整艘船的人是灭亡的，哎，所以我们做什么事情要互动，要怎么样互相的提携，要互相的交流，互相的沟通，不要比划不沟通，啊，啊，所以啊，怎么样？如果好好来怎么样沟通的话，哎，彼此达到一个共识，只要这样的共识之后，好好来推断，整个大道场会得到一个很和谐的大道场，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师尊老大人他的一个福报了，也是我们拯救世难最好的一个方法了，啊，所以凡事以和为贵。九爻就是因为他以刚明中正之等，而又得到那哎居之尊之位的一个缘故了，所以他是一个有德无位，或有位无德，都不能什么自什么修理之功。所以呢，他最好的、最重要的就是破了大人之己的九尾刚居中，达到一个自尊之位之位，又有九世之整来后面行事。所以故事之怎么脾乱得以休止的，那脾呢？脾乱虽然休止了，祸根还在。所以呢，啊，若见其少休啊，便有啊不于根治。所以则死为污染，将有不可能啊想得之事的。所以修脾是自我的警惕警戒就要亡的，那么国家治安就如细胞伤一样，不至于亡。哦，所以他教我们，哎，第五爻是在告诫我们，到这里呢已经整顿好了。为什么？因为他派了第四爻去整顿了嘛，好，哦，宿命给他去整顿。到了第五爻的时候呢，他已经得到一个什么修脾的一个境界，啊，哦，所以他讲告诫我们要有这种怎样，哎，危机意识，这样自然而然呢就可以真正的不会再犯上脾卦了。所以他又给他中正之德。来怎么样拯救世难啊？这个就是这样。所以这一爻虽然是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可是它还是不能动。所以我们发觉说，哎，到这里还是都没办法动。所以呢，他说好好的修道如初志，成佛便有余，保持着这个初发心，保持着这个什么最纯啊纯善的心，这个就是拯救世难最好的一个方法。所以你看看。就好像我们一个修道人一样，修了二十年，修了三十年，听道理边听了三四十年，哎，会变成什么脑油条呢？哎，啊，所以呢，绝对不要让它变成脑油条，你要修脾，哎，要好好的。虽然你是现在第五爻的，已经修到五十年了，你要把你观念降到低呀。我什么都不懂，我重新再来，我要把它好好的归零，
哎，就好像初期当我们开始的时候，破水跟大家的建议一样的，哎，上地经的时候，希望大家把所有的观念通通归零，只要你吸收的台越多，就好像海绵一样，海绵你吸了一大堆的水，再给你水有没有用？没有用的。你要好好把这些海绵怎么样，把它挤掉，水把它挤掉，挤得越通越好。为什么？因为你在吸水的时候，功能才会越大嘛，意思是一样的。所以呢，修道没有第二法门，就是修道无师自，成佛便不离。好好的把心态归空，哎，即使我们修了几十年都一样的啊。所以呢，这个就是一个成就圣道最好的方便法门了啊。上九勤脾，先脾后息，下焉脾中则起，何可长也啊？啊，什么叫勤脾？就是说先脾后息的，去浊存清的。所以到这个底，这里是休息而已，到这里的底呢已经怎样起来过来了，就好像这个卦已经把它倒过来，倒过来变成什么一定态的啦。所以脾极就太了，太极就脾了，这个天地之理就是这么奥妙。太卦很好啊，第五爻到第一爻到第五爻都非常好啊，可是到第六爻呢，全部已倒了，整个都倒下来瓦解掉了，哎，所以才会变成今天的离卦。可是笔卦是那个不好的时候，哎，一直坏坏到第五爻修笔了，它已经是终止了。所以啊，发现《易经》里面的一个奥义，叫什么？就好像我们人的一样，我们人啊，一生当中的一个时运有高低起伏，有没有？乾坤屯蒙去受之嘛？哎，你看前面六个卦都有什么坎坷的现象啊？哎，所以人生不得一知四十九八九啊。所以呢，随时随地的坎坷跟现象都在前面等你。所以呢，等你高怎么样？哎，事业高峰的时候，还是人生处在最高峰的时候，好好把握，因为可能人是这一次而已。哎，然后你等到低潮的时候，你也要怎样？好好去用心的减得避难。哎，好好等待时机，耐时而动。到第五爻时候，休止的时候，时机又来了，好好把握。这个就是此时之道。哎，啊，所以不要说哦，我好的时候，哎，赚了钱的时候就忘了我是谁，然后呢花天酒地，然后赚了钱又不懂得守，哎，等到时运的时候，整个都瓦解掉了，哎，啊，啊，你看，等到时运不好的时候，又不知道要怎样来别的，怨天尤人，哎，啊，所以呢，越怨天怎么样，你的运就越衰了，啊，所以整个人生就这样子的，怎样走到末路啊？所以，哎，非常爱哉哈。所以他说，脾极太来了，太卦起的时候就变成脾了，所以脾起的时候就为太卦了。所以本卦上面的三爻就是去脾的一个三个步骤了。九四爻是什么？后面来怎么样集脾的？是开始去掉脾的一个象征，所以它是一步。九爻的这个阶段已经是脾卦修脾的。而上面啊，上九爻是什么脾极太来的一个什么趋势了，所以他说先忧后喜之意啊，所以到了上九呢才大功告成，将脾卦的整个的一个什么情感过来了，点滴的不留，就这里已经达到一个君子得势了，小人岂有侥幸之理呢？哎，啊，所以呢他跟我们讲说，哎，到了第六爻整个脾卦脾极太来了啊，所以等我们受考验，还是说我们不是的时候，还是说我们各方面啊怎么样，时运不太好的时候，不要紧，记得一句话：减得避难，好好修养我们的德性，不要虚度光阴。哎，啊，如果说我现在时运都不好，好好来深入《易经》，哎，你会找到你要的东西，你会生发你的一个智慧，自然而然你就可以。啊，所以无意间就是要让我们真正得到这种妙智慧，啊，所以啊，到了第六爻就要知道天道的宝贵，天道到底有多宝贵？说这一生今世呢，好好来修持的话，真修者可以达到超生了死之境，归根认母，哎，这个是天道最宝贵的。所以这一次一般道总会他们发表，哎，一个什么？哎，很重要的一环。他说呢，当时啊，参加一个什么，不知道什么会了、啊、他说蛮大的，结果呢，出现。
教团出现了，佛教的、基督教、佛教都有，包括我们一贯大的，包括正言法师的慈济功德会都出现了。哎，所以他说到最后可以影响全球，最怎么样啊？最宏伟的是哪一个宗教？结果到最后就是我们剩下一贯大。为什么？他最后一个总结就是说，慈济功德会虽然是很浩大，哎，对我们很好。可是他没办法像一贯道这样子，一贯道有什么特色？哎，比如我们到美国看哦，那里人才出来了，只要他的德行够，哎，怎么样？师父找到人会送给他一个天地，然后他对给人师领受天地之后，又在那里成化一个天下，也可以来讲经说法，也可以来度化众生。不仅这样子，这个国也可以，这个国也可以，每个点都好像是尊老大人的一个什么化身的，所以未来的趋势就是真正的一贯道天道的一个什么实运哦。哎，那如果你看所有的宗教有没有办法这样子难以啊？哦，啊，所以这个就是真正得到实运最好的一个宝贵性。然后第二点说，得道者有三不取，我们今生今世为什么赶快来度人来求道啊？他说这个这一格呢，你是在那个《城中》这本书哦，怎么样来取录的？我们可以做参考啊。他说，第一个，就我们今天求道的真修实练的，到最后就功果圆满，归根复位，哎，以后就是成就白羊起的仙佛圣，成就白羊起的啊。然后呢，有一种人，第二种人就是有修，哎，可是呢，功果不足的。三千功报还有还没有圆满的，这种人呢，他会拿到一个脱节在世，以后成就白羊，哎，白羊起的什么人主一众，哎，他所以他跟我们讲很清楚的，如果今天只有求道，通通没有修的，也是不错，哎，他说无功无果啊，无功无德啊，也就是说可以躲在怎么样，哎，躲在避难，这个结识之后呢，本性保留。以后成就白羊的一个什么人种？为什么？因为现在是白羊起的前半段而已，白羊起是1800的人，所以我们现在刚好是赶在这个最前端，哎，最前端的一个什么，哎，一批的，所以未来的就是白羊世界，所以你今天今世有修，就是白羊起的仙佛圣，哎，如果功过不好，不过的话，白羊起的一个什么人主。如果通通没有修，哎，就是以后白羊起的一个人种呢，哎，所以你看到我们，哎，还要等待什么？哎，可以度就尽量度，可以等啊，带他们来修道，尽量来啊，带他们来修道。他最后交代一句话很严重，他说：无得道者，哎，又没有修道者，又无恶不作者，这就会变成什么？变为禅定，他的灵性就变成禅定了，哎。所以呢，禅定以后听说也没有地狱的，没有地狱会压在哪里？以后有一个地方叫阴山，被压在阴山受苦10800年，就是这样子呢。所以你看，我们看到这种文章啊，真的心有戚戚焉啊。看到什么人，只要说啊，不然你不修也不要紧，反正你能求得到嘛。以后不要落入在阴山里，那他还好嘛，是不是？然后啊，所以你看，修道是一世苦，万八番。哎，今生今世要做事业，要照顾母亲，要照顾妻儿，哎，啊，是不是还要修善道？虽然是今生今世比较辛苦一点，可是呢，我们享受到的是10800年的一个福慧啊，啊，所以得而不稳呢，哎，所以这个不是止境，这个我们发现一贯通都没有动，都要守静，因为呢，在这段时当中，虽然已经派来了。哎，虽然是先忧而后喜的，可是，在整顿当中还是不能动。哎，所以记得一卦当中就是怎样不动的啊、哦。最后，济公婆告诫我们说，对同修不可以言语相残。哎，彼此当中哦，不要用言语互相的一个怎么样哦相残，哎，互相来怎样指责啊、哦。所以佛有人说佛要。佛要希望啊，就是佛赞佛啊，经赞经啊。我们道中要兴旺啊，很简单，道亲互相赞叹道亲，这样子就可以怎样达到和谐了。所以前辈者不可以言语不通
起呀、啊！哎，真的，不要以下来犯上，这个是罪过错很严重的一件事情啊！啊，对祸水不可言语来泄气啊！也就是说，我们对祸非者呢，不要怎么样，哎，看不起他，因为你看看潜龙勿用啊，这个人以后的成就可能都高出我们了、啊，所以我们不要这样怎么样，哎，让他啊有那种啊泄气的感觉啊！啊，所以我们今天的笔卦就跟大家来分享。到这里了，啊，因为我们刚刚碰到要母亲节，所以呢，啊，跟皮卦又有关系，所以呢，我们今天来跟大家分享这首歌，就是每年的今天，啊，所以它的含义很好啊。Yeah.
的世界像一个圆圈，将我们围绕在太多的感恩里面，所以我们真的要懂得感恩啊！所以啊，我们就在万事当中的体挂，所以我们感恩天恩师的，感恩老母降道师恩，感恩前辈的开光的辛苦付出，所以我们才有今天来怎样求道、学道、行道、达到了道、成道的一个什么方便我们。我们也是很感恩我们的什么父母亲养育之恩，因为前几天刚好是五月份的第二个礼拜，就是母亲节的啊，所以我们也希望啊，祝天下的父母啊都可以真正达到啊身心健康啊，也希望我们的道路可以越来越重展啊，因为啊就一个算一个，就两个算啊算一双。所以呢，我们要好好秉持我们师尊老大人的一个什么旨意，他的一个什么盼望，所以我们不要让师尊师母老大人呢来回头跟操劳啊。所以我们要做五步，不要污我们天恩师的啊，这是最大的一个什么重点啊。那我们今天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很多不足的呢望请我们祖师设备容宽，也请各位点完师以及各位请见大德呢多多包涵，毕竟后学还在学习当中，最后跟大家